先生，呆呆，你好，我也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苏西拉瓦蒂，我今年38岁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的体重83公斤，我的信仰为教，我的学历初中毕业，我从印尼西交我来的，我离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，我已经在阿拉伯工作6个月，做假设跟在台湾工作5年半，照顾老人家还是病人。我会煮粥，中国菜我会煮猪肉，但是我不吃猪肉。我会大扫扫地、拖地、洗衣服、当衣服。我不爬高，我想去香港工作，因为帮助我的家庭。先生，呆呆，介绍完毕，谢谢。